欢迎回到这一节的天下综合谈。在上一节的天下综合谈里面，正观装 marketing 的负责人就是 Sylvia 告诉我们，其实呢，健康还有忙碌的工作是可以兼顾的，只要有了正观装，就可以让你的健康还有忙碌的工作合而为一，做到一个 balance。 而且你刚刚有提到，其实所有的贵宾或者是元首们到南韩的时候，都是拿正观装对做对最礼遇的这样一个级别对待，对不对？国礼，算是国礼 right？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明星其实也是刚刚可以常常看到他们手上都有正观装的产品。你有看韩剧吗？是，很多看韩剧的人知道之前热播的《太阳的后裔》，其中大家都熟悉宋仲基，他非常就拿我们知名的品牌 Everytime， 这样一吸非常方便， uh-huh. 大家印象很深。我之前有见到很多客人都会说，就。那个产品是什么？吸了一下，那个产品是什么？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 Everytime。Everytime。之所以叫 Everytime 是、它是因为真的是很方便，因为大家很多对正观装有相对有5年、10年更久了解的，知道它是有原汁根的人参嘛，就是大家都相对。老一辈比较了解原汁根的人参，其次有红参精，它就可以用勺舀出来一些像膏状的提取物，然后可以加水这样冲服，但是这样真的是很不方便。你想，如果你每天上班很忙，你在开车要去工作，你怎么会有热水？拿一罐东西想把它打开，没有办法。对，这些都很难实现，而且你在飞机上去哪里找热水，这样都不太方便。所以公司想，你知道吗？大家很多人上班都非常忙碌，在家带小孩很辛苦，在外要工作要上班，有什么办法可以方便饮用，而且小小的可以带呢？公司就生产出这样一个特别的产品 Everytime， 它是这样一个礼盒装嘛，里面有三包，每包有10支。所以正好也是一个月的用量，所以也是一天一支，就跟这个 Women Balance 一样。Everytime 呢也是30天，一天一支， right？ 那我会问你啊 ，Sylvia，那我到底是要买这个 Everytime， 还是我就是要买 Women's Balance 呢？我应该要怎么样选择这个产品的 difference？ 其实是这样的，每一个产品针对不同需求的顾客，比如说。作为女性来说，你现在比较困扰就是我就是经常觉得精力不够，手脚冰冷，而且就情绪波动很严重，很对，那我就建议你还是要选择 Women's Balance 比较合适。 OK， 那像 Everytime 呢，就是要像那个中基这样非常年轻体壮的时候，只是精力不好的时候这样吸一下而已嘛。Everytime 啊，我是一般推荐给大家，平时真的是没有很多时间，比较忙碌，而且它因为很小只，如果大家喜欢背小只的包包，你不需要背超大的包，背一个小只的包包可以放在包里很方便，是男士可以服用，女士可以服用 ，OK， 年轻老年人都完全可以服用，所以它适合的人群是相对比较广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口味有一定的不同。Everytime 它是100%纯正的红参提取出来的，没有任何一点的添加物，所以口感非常的纯正，很多人非常喜欢那个纯正的人参的味道，那么 Everytime 的确是首选。那么有一些女孩子喜欢我想喝一点甜一点的啊、那 Women's Balance 它除了有纯正的人参之外，它还有一些16的提取物，可以让口感变得更适合甜甜一点的，女孩子喜欢一点，女孩会非常喜欢。所以我们这么说好了，所以正观装的产品呢，里面的内容物，它的人参的成分或者红参的成分都是一定有保证的，只是那每一个产品的添加物，因为每一个族群需求的不一样，而添加了不同的东西，对不对？对，正观装有很多这样的产品，非常方便。它像这样小小的一袋，它有人参，它有石榴，
它有很多不同的营养的成分。正官庄今年五月份有新推出一个新的产品，是 Women's Balance Gene， 它是一款更适合女性更年期前后服用的产品。它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一些 Women's Balance 有的成分之外，它还添加了另外的成分是鹿茸。哇，女孩子可以吃鹿茸吗？当然啦。鹿茸它的 benefit 是什么啊？当归、鹿茸这两样的成分和人参一起，对人参有一个相辅相成的作用。它不仅提高精力，而且改善一些女性所更年期前后所产生的一些不适应的症状。 OK 所以其实这个 Women's Balance 啊，它有不同之处，就是除了它有最正统的红参之外，它还有其他的添加物是专门为女性来设计的。Right， 就是就我们为了女孩子喜欢甜一点的口感，就加了一点点石榴，然后还要再增强女孩子像荷尔蒙的 imbalance， 把它调的 balance 一点点。然后如果是手脚冰冷啊，也可以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当归还有鹿茸都加进去了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正官庄做了好多好多的 research， right？ 而且我记得你还有跟我提过，其实所有的它的 profit， 正官庄所有的 profit 20%都是拿来用做 research 的。这样他们 profit 在哪里呀？这样让我有点担心。可是这样也是为了所有的大众好，所有的观众朋友好，所有他们使用他们产品的人才会更有信心，因为他要不断的研发新产品，不断用不同的配方来做出更多的产品，来给所有不同的消费族群最好的产品。Sylvia， 那我想请问一下，现在你也是妈妈，你也有小朋友，对不对？那我也有妈妈，可是我也很想要正官庄的产品啊，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个时候啊，有没有给我跟妈妈一起买有这样好的优惠？你知道吗？在韩国其实五月份不仅是母亲节，它是其实是一个家庭节。所以不仅要给你和妈妈买礼物，要给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小孩子、爸爸、老公、男朋友都要买到礼物。没错。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正官庄在五月份会推出来各种各样非常有力的折扣，给家庭成员里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份精心的礼物啊。OK， 所以其实啊，正官庄不管是年纪大的长者们，像我们中年人在拼命的这些很辛苦的女性或男性们，或者是比较年幼的小朋友们，都完全照顾到了。而且我记得你还有两个门市，对不对？我可以到门市里面去选这个产品吗？门市在哪里？大家可以到 kgcus.com 看到离你住址的最近的一家门市店。那么到这一家门市店，你可以享受到正官庄五月为您准备的特别的礼品，为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精美的礼品哦。而且到官网上面也可以看到所有产品的详细说明，对不对？可以真正了解到 study 一下到底哪一个产品才是最适合自己还有所有家人们的产品。所以 Sylvia， 你也是妈妈了，那母亲节就快要到了，我在这里先预祝您母亲节快乐。谢谢。当然啦，我也要预祝所有的天下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如果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终日为所有的家庭们做这么辛苦的奔波，不要忘记了好好照顾自己，慰劳自己一下，为了你的老公，疼惜你的小孩，尊敬您的长者，到正官庄的尔湾或者是 Arcadia 门市走一趟，所有的优惠都可以让您一网打尽。